今天是双十一，在国内是光棍节，那么在加拿大今天也过节，只不过不是光棍节，而是 Remembrance Day， 国殇日，还是一个挺严肃的日子啊，是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前线将士们。所以大家今天都带着这个红色的罂粟花来缅怀这些战斗英雄们。其实不光是加拿大，在美国、英联邦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也都有这个节日啊，名字是五花八门，但是纪念的是同一件事情啊。这里是维多利亚纪念公园，今天来的人大都有军队上的背景，主要是海军。怎么是半旗？难道一会儿要升旗？这边是军乐队，都是老爷子们，老当益壮，佩服。升国旗。奏国歌。军号声响起，所有军人敬礼。我说怎么没有看见空军，现在才来，这是什么战斗机？军队高层阐述加拿大核心价值观，多元文化。We tolerate different cultures, religions, and lifestyles. And if they're not breaking our laws, all the more power to them. We are a mosaic, not a melting pot. Then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. Well, I did not speak out, I wasn't a socialist.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. I did not speak out.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.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. 这里引用的是一首著名的忏悔诗，起初他们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两次大战都要远涉重洋去战斗。现在是社会各界向纪念碑献花圈。C-SPAN Victoria, John McKenzie. 奏英国国歌，天佑吾王。加拿大在名义上毕竟还是属于大英帝国啊。队伍怎么感觉越往后越随意啊？不过总体来说，今天的游行仪式感还是挺强的，充分地展示了加拿大深厚的军事传统。